那个一直尾啊，那个一直尾。会有。这个也是经典的。看，很像 Chanel 的那种皮质。女人最爱。我要炫这个 video 给朱胜富看。啊。你好，买。If I know one thing that's true, it ain't what you say, it's what you do. And you don't say much, yeah, that's true. But I listen when you do. A thousand years go by, but love don't die.Thank you, 在这边，然后直接冲下去。啊，去啊，去啊！德孙有什么特别的景点？这事情可以走开吗？很晒耶，那光度真的是不行耶。我们要来看德孙，其实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，有人做生意的时候，它是来这里开的。那现在里面是不是它有看这样，看这样。他是说，哦，那边有两路，我们去前面拍。是不是这路的，还是前面那路？到底是哪一路？前面。这里有电话亭哎，还有一个旧电话在里面，你看一下。转的。这边有个麦，会枪的嘞，以前。是哎。慈母手中线。哈哈哈哈哈！多少钱？新款上市，什么保持衣物？哇，这条街是19世纪都有，应该是在这个馆隔壁。对，就是馆是19世纪开始。然后也是人家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，然后富甲一方的，然后甚至在这边开过的。然后那边一个半个世纪之久的旧电话亭，就是 JT， 就是这个啦。对，来继续看一下。还有什么旧商店的招牌？招牌在哪里 ？OK， 就是这个旧商店招牌。然后一些中国古诗书法文法。哎，我们要拍那两路爷吗？不觉察速度。那个是唐人土皮。这有个井哎，不见了两路哦，干掉了。你看，小 pose 那两路水是在这边，然后排哦，应该是这边这个旗哦，所以他们拿掉了。我们看景点有没有玩。来看
看看锦鲤有没有花。锦鲤有没有花？我快点拍，很多人想看。哪里哪里？来来来来来，墨冰墨冰。什么是坦然土皮？你要，你看你来到这边，你要开灯。出来的地方，好像在骂人一样。哈哈哈哈哈！会不会有一个 accent？ 春夏凉薄啦。春夏凉薄，哎，他把那个干嘛？哎，我们两个不要太多。OK。Max， 哎，你们不要先用电话亭看一下。你可以 scan 的。哎 ，scan 啊 ，scan 在干嘛？哎，你要想。啊，这个等下先，这样子星期先，星期比较矮，比较容易拍。我也在，那也不太好看。我们又回来这里。去啦。因为它有那种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自己的图形？解释一下这只东西有什么用？2007年世界星气大集结，啊？这是星气的。哦。是啊，我真的是白。哦，对，我们导致了。然后第七就是拍那种白白的。Petra。这个是那个是埃及那个啊？是啊，七大奇景的解释地，小丽是。然后这个怕死在看不到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英文是什么 ？Machu Picchu， 这是什么？红灾。它这个红灾呢，看照片是多一点点花的，所以等下去看一下就是不是啦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花真好吃啊！对啊，嗯 ，OK， 哒哒哒哒。他在哪一棵树拍那一个？哇，我来找你了。哎、欸，谁要拍这个？露水里面还有喷水泉呢，这里有温泉呢，搞笑。上面是背坐是吗？来冲凉。这个人是 seriously 需要 stabilize 这个 video。小姐，那边走出去那边。看起来吃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做出来的，这叫什么名字？哦，他是阿王八，大将。那层是你了，到你了。那层。不是这样哎，右边是那条路啊。刚刚阿芝加你了。因为每一条这里的那个石头都是那边。是嘞。刚刚阿芝加。啊，你这里经过，你可以发现到一个1930年制作的木牌。那你是我看不到有木。走啊，去看一下。走走下。哎，你刚才那条街的故事呢？还没讲完。还没讲，那边是有药草如水果。哎，那个，啥字呀？不写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小店两旁路边的墙壁上也分别画上土生华人的传统服装。服装吗？不是华人。服装啊，传统服装的马来传统建筑物当地直连锁店。
话题不跟话题了。全部人去看那个垃圾井。芭堤布吗？这是很旧哎，不是我刚刚听到他是叠芭堤布。芭堤布，哇，他的门很简洁，不错，简单点来说，这个不是芭。人家在这里拍毕业照啊，开玩笑。它的重点不是在它的地上，它的重点是在旁边的铜像。这个是，这还没美。这是将多年以来登加州的历史以来为铜山路有贡献的华人。哦，带双手。铜山路吗？你不在马来西亚吗？你封杀速度是带手。你下车当着人直接跳水，你这样拍 video 是来不及拍的。鱼又不要跟你讲话，你这样拍。我如果鱼会讲话，你跑了。还有这么多条根，怎么可能这个脸被人家揍得到这样？还有暗疮好不好？那个是疤痕来的。哎呦呦！来，再来一个。玛丽莲梦露。那边有很多巴黎。这是顺德不一样啊，德顺，这是德顺，顺德是哪个地方？没有，没有回来自己游哎。对呀、啊。不走完鸟了，德顺鸟是去一个景点是吗？走。差不多了、啊。这边你加一个 side kick， 这里的水是50%。也是甜的呀。哈哈，哪一个啊？哎，算了，都一样了。零七宝啦。是 coffee or tea 宝。Totally exhausted。不要睡觉啊！你不是你这么厉害啊！啊，关电话报警啊！你要什么 skill？ 很快耶！那个button已经在那边了。Oh my god！
不是。我要睡觉了。我就知道你要睡着了，要省时间。你提前凌晨上来录影，那这样，不能。所以啊，那个是凌晨吗？我跟学历晨，我学历晨，我就天天跟凌晨吵架。我们不会吵架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一样。没有啊，没人在。所以他堵了的时候，我很近，我很堵了的时候，他是。要去西藏等三个钟头。那个讲话这个。叫完又，是个人的命，又是个人的命，再吃蛋糕就呕了。怎样 explore 怎样有没有东西吃？这种叫做 floating cafe， 这个是专门有的店。这没有人的。是，看一下。我自己。太重要了。这个 floating cafe 是骗的。不要了，我们的朋友在哪里？我们不如去问一下康德本的人啊。There's only one food. This is secret recipe. Ah, I see. All right. Thank you. Hello. 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。它只有一间这种的地方，这个是冰，这个是冰。有嘞，有咖啡嘞，妹妹。啊，去找你去找，爸爸给我剪。那个鱼饼好吃嘞，在洛地下那个洛地下那个感言，感言，很饿了。没有吃，没有吃，吃快乐的。今天吃两次。你有发现少了一个人？两个人玩过。不是讲玩过，而是讲玩孤僻。孤僻。可怜的电轮生病了。你看人家的更节约呢，你看我们呢，那里就白白的海盐蒸锅在我身上。来惹到好像只是为了跟电话联络感情嘛嘞。低头一族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。你看人家的更笑到几开心。有 body language 啊，先靠近你，你很大个。有 body language 啊，你看我们呢，还是一样对着。跟上一分钟没有分别。哇，你现在加背景，我讲啊，你现在加背景，背景有没有反应？
Finally 还有反应啊！讲你啊，低头一族啊！咋的？对着电话那个，对着电话那个耳朵就关了，听不到人家讲话。我假的，人家来看啊！哎，这个胸部假的，哎，这个准够隆的，哎，这个以前没有这样大的。如果我上次去看那些男孩子的狂欢那个会直播，你看他的会不会很大？嗯。有人碰到这样就好哦。他们还做什么？讲不了，剪掉。怎么剪掉？讲开心点不可以？很开心啊，那又好男人呢、啊。我坐我们去。看正眼，不是看着我。原原来整形面对镜头非常尴尬。不习惯。你要讲什么？你跟我讲，我帮你穿个鞋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后辈跟我讲，我对 camera 不习惯。No, 对 camera 不习惯，不代表我对 recording 不习惯。然后这个 trip 我一直跟 camera 讲话，做导游讲最多就是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才好看呢、啊，不然一直看你们这样子报。我们没有一直这样子。我一定知道。第一天有。这样子是给你，就是说那种快快比较。其实这样，其实这样东西是立成很久之前就跟我讲啊，他讲话很闲的，啊，你看我的 video 是一个人在跟我讲话吗？是吗？是有在跟人在跟我讲。还有 Caroline， 还有 Caroline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太美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明天就结婚了。我没有生产还要煎啊。我们又是爆黄餐了，面要酱呢。没有啦，其实是导请我们吃一餐。哇，吓死我呀！哇，没有啦，走啊，有劲，真的有劲。妹妹怎么讲来的？到时候他就开油，看他讲，你看就是他，你看就是他，我讲真的没有他，没有讲话你鼻子不顺了，是我很闲，我也这边闷到爆，一直待过待过待过。
百分之有没有卖准每一个？我还没看到一个 bag 接什么兵我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玩够了，我个人一零个，这个罗丹体会最多就是什么等女生，哇，我们也是等，我们也是等，他们的等 maybe 是一到五 maximum， 我们，哎，我们算整一个钟还是一个钟半呢？我不太记得了啊，不过其实 snorkeling 很好玩一下啦，也要看跟谁玩呢，想啊，我跟你讲。那是不是等女生？我在想，想什么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想什么。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什么感想。我没有什么感想，因为我去到前面。不是你刚才的，不是讲什么？我什么都要讲，就是没有什么要讲。这个谁过来的吗？我不见了哎，你们有没有拿到多的？是吗？没有看到海龟，没有看到内摩。没有看到海龟，哎，有看到海龟，在海里面海龟。然后还有没有看到内摩？没有看到珊瑚。看到有很多珊瑚 ，baby shark， 可是很开心啦，期待我们下一个。还有他没有看到靓仔，没有仔给他靠啊。我帮你讲，我们好朋友来了吗？好哎，好朋友。嗯。去了当，千万不要带那种不会 snorkeling 的去。因为很累哦，我跟你讲，两次都这样了啦。OK， 我觉得见人累哦，不是因为见人什么，我觉得见人生病哦，也不是因为见人或者环境，怀疑是一定是操劳鬼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没听到，啊，那个人没听到，知道啊，不懂还会包，不懂还会包人啊，去看这台就可以了。他的话会给我俩，再见。如果阿星走的话，下一个去爬出钱没有关系的。不要包了，你想包包一下，人家先走出来了。是哦。OK。我跟你讲，去终于有 trip 了 ，Yes。Five years， 五年，自从等人家去马六甲啦，布拉格桑啦，还有你啊，槟城呐。行哦，等真心哦，等真心哦。兄弟。跟人跟不同人玩是特别爽，嗯，所以我们要 plan 下一次，每次要一年一次才 OK。不懂要不要等七八年呢？明年做就可以了。所以一定要出来出赛，去出明年，一定要出明年。对啊对啊。听到我的回信，听到我的 casing， 我找很久。你的感言呢、啊？下一个 trip， 我的东西一直不见。我不要再给人家买多一次。没有，自己的压扁了，要拿我的。不要再给人家丢下，所以我不可以去耍上。没有办法，不做人家搭理。你拿美的，让我拿压扁的。我们帮你秀给人家看，你差什么厉害、啊？很浪漫的。不要紧，我们可以这样浪漫丢你下水。要怎样？扣着你的腰，扶着你的头，慢慢把你放下水。看来本地人当两千吧，对，我的是放不去的，不在。回去我算给你。
我终于找回我的 casing 了，还有我的围巾，都是这个孩子偷我的东西。很气人。有游泳池的 hotel。等，这样就是讲，下次如果去海边的话，你 expect 我们丢的不是你啊，是其他人是？买的。没有埋啊，我讲丢了嘛。你丢你自己就好，他丢。那个叫自己掉。我们下次一起掉，不要丢人掉。有啊，虽然我进轮力层跳了，你们没有跳。我们转身，我们上面跳下来。有啊，还没有转船上跳下来。后面也是有啊。有啊。可以看到。OK， 走。